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XS。Yo， 这几个月有在看我影片的应该都知道，我买过不少感觉非常特殊的一些装备，特殊的装备，只是很特殊而已。然后我今天就在想，说我到底买了哪些东西，或者是做了哪些东西，大概的先整理一下。是的，各位，这个就是我目前为止，我觉得称得上是特殊的装备。就是平常可能大家放在家里会用不到的东西。那我今天就在想呢，如果把这些东西同时的装备在身上，到底能够呈现多特殊的感觉呢？就是戴着这个特殊的面罩啊，然后拳击手套，装上这个可以装在手臂上的，我不知道装上拳击手套之后这个装不装上的弹弓，强力弹弓，然后这个头戴式吹笛。他已经从法库上面脱离下来了。那目前为止比较尴尬的是这跟拳击手套有点冲突嘛，所以在想拳击手套是不是戴一只就好。好，那我们就这吹笛要吹超用力，他才有办法吹出声音来。我好生气啊！好，是的，各位就像你看到的这样，把所有东西装上身上就变这样子。那当然，今天也不是单纯把装备穿起来，我想做一件事情看看，就是如果在这种状况底下有没有办法打战斗陀螺，一发就好，一发。好 ，3, 2, 1, go。